你们两个想走吗？他准备走了。欧文，欧文准备好回国了吗？欧文准备好回国了吗？然后大家看啊，现在这个家已经变得这么空了。唉，我们现在打上车了。我们打了四个 Uber， 然后终于有一个司机愿意让我们两个带着狗狗。累吗？累到不想说话。他们现在坐在这里。豆豆，豆豆，你为什么把头放在欧文的身上？看不到啊。欧文是不是有点晕车？他就趴在我的腿上。蛋蛋，蛋蛋，你亲爱的小狗狗，好啦，要准备睡觉啦，晚安，蛋蛋。啊，我们过完安检了，你们两个今天表现得很好。欧文很怕。我的天哪，杜勒斯机场完全没有人。我们现在到登机口啦，爹爹，欧文，你们两个今天表现，你干嘛？吐娃娃。哎，欧文 ，OK， 这个，他们俩现在把头放在互相的身上。现在在底特律已经待了4个小时了。今天这两个狗狗好辛苦啊，从早上起来就没有吃饭的。姑娘，多大脚？欧文，干嘛？看我。我们这里还看到好多个带宠物一起回去的毛孩子家长，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。欧文和豆豆现在一直在同一个姿势在睡觉。还抽抽，那个手？这个是欧文的手。这小妹妹。欧文摇尾巴了。这是他休息，比较 OK。嗯。现在坐上回国的航班啦！欧文坐在这里，欧文被豆豆挤的。欧文 ，Are you okay？ 豆豆，你们两个哟，哎呦！欧文，你又去别人那干嘛？想偷吃是不是？豆豆在这睡着。加油！欧文，你是不是去前面了？我干啥了你？他怎么又去？真的。豆豆你还好吗？你今天超乖的，豆豆。今天大家都在表扬他们很乖。啊，我们现在几点了？4点多了。我们两个还在机场，因为今天就是突然变成说是要把宠物接走才能去酒店，不然都不给去酒店。就还好我提前给欧文他们联系了那个寄养的，现在就还在这里。
等那个寄养的人来接。你们俩精力怎么的还这么好？小板凳好可爱啊！你们怎么还精力这么好？强行出个镜，不好意思啊。这还有只小可爱。Hello， 哇，好可爱呀！有法斗，哎呀，那还有只可爱的小狗狗。Hello， 宝宝 ，Hello， 咦，好可爱呀！嗯，漂亮死了，辛苦了。真的，对的。真的，真的不累。哦，我累了，是不是？他都发出猪叫了，都已经。累吗？饿。饿，我也饿了，好饿呀。寄养的人来接了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去酒店啦。Hurry up, hurry up。我们12:30到的机场，然后现在天都亮了，我们才出发去酒店，太惨了。嗯，宝贝。到了。嗯，宝贝。快走吧，扛不住了。嗯，你真的。哥，刚刚跟我说因为免税店的，我穿那个红。有没有什么感想？饿。饿，真的好饿，又累又饿。现在好像洗澡。啊，我们到了酒店了，终于叫这个什么？没有 master 学位的羡慕。美居酒店。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现在防疫人员在帮我们搬行李。Hello， 我终于到酒店了，折腾了这么久，但我们今天这个酒店真的，就我觉得条件很好，但好像不能外卖，但是可以快递。啊，我也满足了，天哪！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 吧。进门，这就是浴室，然后这边是。上厕所的地方，天哪，还是自动马桶的。然后这边是洗澡的，挺好的。这个是床，然后呢还有个沙发，有个桌子，挺好的。